我们看第十四哈，第十四的话是说这个，哦，这是 A， 啊，这是 B 啊，它是 A 嘛，它的焦点的话是 P， 它们这个比这个等于多少？它就带公式，这就等于多少呢？就把这一点带进来就好了。举个例子，二乘以三减三乘以一加七，比上多少？哎 ，B 带进去是负一，哎，二乘以负一，二乘以负一，减三乘以二，加七，好，取个例子，好，那这样多少？这样是六减三加七啊，哦，就等于七，哎，加三，七加三就十，比上这个多少？就是负二、负六、负八加七。这等于负一啊，啊负一取出来是一啊，所以答案是十比一。